一陣間咧，我哋介紹嗰個托掌、單推掌同雙推掌，因為喺我基本功裏邊咧已經練過一個盤手啦，一個左右嘅移動啦，包括我嘅步伐啦。咁我點樣結合佢咧？嗱，譬如我嚟一個托掌，托掌你要從一個字面咧托右下向上，咁你點嚟咧？假設你一個橫拳刀啦，首先咧撞。 呢個撞咧，你可以一個平臂去撞。咁我再嚟一個，再留意，再做一個橫拳，推入入馬向上。咁咧托掌咧個步驟就係先難前臂推喺呢度咧向上升。咁向上升嗰陣時咧，其實你可以坐馬啦，做咗啦，推嗰陣時咧直腳，將個人嘅身體有一個咁樣。 咁咧，除咗手向上之外咧，當我腳同一時咧，就變咗兩個力量相重速度咧，就更加快啦。個力量咧就更加大嘅。呢個就係托掌要留意嘅地方啦。咁喺防守裏邊咧，就剛才講過咧，我哋有偏身側門，亦都有中門。咩叫中門咧？就係嗰個面對面啊，側門咧就係你身體外邊，不論你係左側右側好。咁呢個正呢個單推掌係一個正門嘅用嘅方法。 如果你我加埋上步之後咧，就更加咧將我嘅距離咧推向你身邊，咁後果係點樣咧？例如出嚟呢個推裏邊咧，包括因為我嘅腳步咧，之前係我兩個保持距離嘅，即係純粹一個手嘅擊打。當我擊完之後，入馬緊貼咗啦，我呢腳咧就影響到你，包括我跪也好，移也好，我都影響到你平衡。 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中門嘅，再嚟一次啦，一、二，保持距離啦。咁如果上步咧，一、二。嗱，而家講嘅咧就係一個盤掌。頭先我做咗盤掌啦，咁我喺外力個名稱咧，我係一個比較容易，我係雙推掌，兩個手。頭先係單推嘅兩手。咁我點做咧？假設對方直拳嗰時咧，我係從外圍兩手去盤內，一盤低咗之後咧。 個手掌方向咧變形啦，推。咁我留意咧，當我推嗰時咧，我呢個譬如而家你係右手啦，我左手咧係壓你手臂，變咗一個嘅動向出嚟。咁所以咧，雖然係同一時間喐，但係佢呢個轉圈咧，佢都有次序分嘅，有先後，有邊個係用力，邊個咧係後發出力，邊個係早出力。 咁啊，再嚟喺度一碰咗之後咧，帶起咗，好啦，咁啊逼住咯，呢個手咧管住你嘅上臂啦，推。